家大师告诉我，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。这个时候完全看自己有没有信心，你相不相信，真正相信全是佛安排的，不为自己想了。心才能够专在道上，要常常担心我明天怎么办，我明天怎么办，你的心不能转，你分心啊，你的道业很难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，念念求生净土。啊，徒儿不怕死。啊，你的吃没，你的住没关系，我念阿弥陀佛去往生。啊，你的吃有人送东西来吃，没有住人送房子来住，那我们就住出去，也不必拒绝。的选择就是简单，能吃得饱，能穿得暖，能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足了。没有过分的需求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是唯一的希望。啊，再说大的希望。是希望全世界，希望变法界虚空间一切苦难众生同生极乐国。啊，除这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。功夫容易得力了，佛讲经是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那我为什么听不懂？我用妄心来听，众妄不相应，所以听不懂。我要用真心就听懂。啊，真心是什么心？清净心，没有染污。什么叫染污？其情无欲染污。我们有什么心？喜怒哀乐的心。妄想分别执着的心，这个心不行啊，这心不开悟，听一百年也没有啊，一听又迷惑，听到最后不相信了啊。所以因此常常叫人一分沉静一分受用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受用。那我们晓得，如果万分成分沉浸的，他就得万分受用。回过头来想想，现在人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心浮气躁，妄想心呐、啊，从早到晚，妄念止不住啊。前面的妄念灭了，
后头生的还是亡的。他不会停止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总的原则，大师之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今年相继，用什么来舍六根？一句佛号。用什么成就净念？还是一句佛号。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把恶念念掉，把分别心念掉，把执着心念掉，清净心就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清净心是小乘圣者所证得的开小智慧，虽然是小智慧，六道天人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平等心是大智慧，是大乘菩萨所证得的，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！那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表演的境界，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所表演的。那是开解，啊，六祖当年说出这五句话，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所说的华严经完全相同。啊，华严经内容是什么？总的纲领就是五句，告诉我们自信真心什么样子。第一个清净灭了，第二个不生不灭，第三个本自具足，具足智慧，具足德能，具足相好。换一句话说，样样都不要向外面求，向外面求的是凡夫，不是觉悟的人。真正觉悟的人，一切都向内求。为什么？本自具足。用求必应，心想事成。啊，向外求未必能求到。去向内求啊！第四句告诉我们：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什么？自性本定，真心本定，真心没动过，没有摇晃过。它在哪里？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所以最后一句是：能生万法。万法人整个宇宙啊，整个宇宙，这幅画讲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？从心想生啊。我为什么要求净宗？我们是跟法藏比丘修的，法藏比丘为师一者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后面我们会读到他做释饶王，释饶王故去僧众，修行的功夫高啊！
什么程度？实在讲，九年间他就成佛了。这一次到世间，命由过往生而得道者，即现过往生而说法，是这样的人啊，不是普通人啊。那普通人怎么可能直截了当修大乘第一啊，一乘真如圆满大法，这不可能啊。所以做世间供养的时候，他已经成无上道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表法，你们劝人放下，你们要尊的，要尊国王吗？啊，国王是大智慧、大福报、大圆满呐、啊！啊，世间人求之不得了，他已经得到手了，放弃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19岁。舍弃王位，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出家修道去了。表演给我们看了，这是表法，我们一定要能看得出来。啊，他不是普通人。啊，这叫我们真正能放下。啊，放下欲望，放下财色名利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七情五欲，烦恼障全放下了。啊，下面还有教我们放下所执障，这才能圆满成佛道。都在这里做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现在小名小利都放不下，泥头在阴地上，视线的大名大利呀，都肯放下。啊，这个国家不是道，动乱不是啊，盛世啊，世扰亡啊，太平盛世啊，最强盛的时候啊，都放下了。在这个地方多多去想想，要向他学习啊，大名大利，大富大贵都能是，不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成不了无上道，一定要舍，一定要放下了。所以经常弃国，这个弃字重要啊，放弃不要了啊。做沙门，断沙门是断物修行，积功累德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个重要啊。现在的佛教在现今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形式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
具足信解行证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。有信没有解信，这是迷信。有信有解，没有信变成世间的佛学啊，现在后在哲学里面，佛经哲学啊，他有信，他有解，研究啊，也讲经教学，甚至于著作等身，但是他没有修行。那来生依然在六道轮回，不能超越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。许数的佛法，啊，哲学的佛法，那么将来很可能还会演变成科学的佛法啊，都不能了生死，都不能出三界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所以只有释迦牟尼佛的法具足信解信证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正果。啊，讲到正字，净宗法门最殊胜，无比殊胜。啊，因为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全靠自力，自己断烦恼证菩提。菩提就是菩萨的阶位啊，像佛华严所说的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，这是菩萨的阶位。那为什么难？一定要断烦恼才能真的啊，烦恼慢慢的断，菩萨的阶位慢慢的向上提升，这叫通途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例外的啊，净土是例外的，它不靠自力，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通力啊，神通力不靠自己啊，完全靠阿弥陀佛，靠定，有没有效果呢？有不思议的效果。例子太多了，净土圣贤录里所记载的，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，都值得我们效法。那我们竟然最难得的就是在我们面前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，你看那往生的瑞相
最殊胜的一项，无过于自在往生，谁不求啊？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病苦，死苦，真能做得到啊！我们从这里到极乐世界，资粮是什么？一句佛号，信、念、信啊！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决定不是假的。生极乐世界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，行是一心专念名号啊，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六个字四个字都可以啊。平常我们念四个字，拜佛的时候我们是念六个字啊，一拜正好念两句，我念得很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比这个还慢，因为配合动作啊，这一拜下去到两个手分是分掌佛子阿弥陀佛啊，起来的时候把这个掌分过来是念南啊，无起来我是两句佛号一拜啊，平常念那个念佛要慢啊，为什么？你能够分文文字写，就是你的佛号念出来不出声，你念啊，清清楚楚自己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不要听外面的东西，这样容易学习啊。我是一次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背下来心里头没有杂念的，没有妄想的，那我用的是这个方法。那平常念佛默念在心里头，也是专心听心里头的阿弥陀佛，听得清楚啊。要不是专心去听，外面就干扰就进来了，那就专心啊，开心老儿说，世间无难事，只怕心不转，特别用在念佛上，谁要转？心转听不到外面啊，注意力统统注意在佛号上。而印光大师叫我们计数，从一到十，从一到十，不管是一十二，就是从一到十啊，要记不住呢，分作两半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，用这个方法啊。再记不住呢，那就用三三四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用这个方法，这是印光大师的十念法，很好用啊。啊，能把妄想念掉啊，能把杂念念掉，让清净心平等心慢慢恢复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害怕啊，稳稳当当念下去就好啊。要发菩提心，
就是有这个心求菩提，求觉悟啊，求觉悟从发心起，发了心之后要真干，把它用在净土法门里面。法就是真正相信，真正愿生极乐世界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所以信念是万恨的基础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没有信心不能成就，没有念心也不能成就，尤其是净宗法门啊。首先一定要相信极乐世界真有，凭什么？就凭我们现前，你们以为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不是真有？每个人都以为真有啊，不是假的，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得见，听得到，摸得到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东西从哪来的？宇宙从哪来的？银河系从哪来的？太阳系从哪来的？怎么是地球从哪来的？啊，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谁的心想？自己的心想。也有别人的心想。啊，自己的心想，佛叫别业，差别，每个人不一样。还有一份呢，大家相同的叫共业啊，共业跟别业都是心想啊，共业当中有别业，别业当中有共业，整个宇宙从心想生了啊。佛法讲无神论，不是不承认的这个世界有天地鬼神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承认，承认了，他也是众生，他跟我们是平等的。啊，他从哪里来的，也是我们心想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他不是宇宙的主宰，他不是造物主。造物主是我们的念头，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只要一断，这个宇宙就没有了。但是断不了，断了了就成佛了。这个念头啊，太微细了，就在我们眼前生灭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，毫无感觉啊！我们既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但是要有这个概念。没有这个概念，我们修行就不踏实了啊！没依靠啊！啊，这是依靠真理，什么真理？事实真相。
乘经教上说得好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六位一然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这是大乘佛法。宇宙从哪来的？我自信变现的，自信能生能显，阿赖耶能变，把这个自信所生的万法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这是阿赖耶妄心变的。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是妄心，妄心变现的世界啊，这个地球今天动乱，为什么乱？是我们的念头太乱了。那古人的社会安定，没有动乱，什么原因？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。啊，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佛说的。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是我自己的心想生，大家共业的心想生，啊，共同心想的。想的都差不多啊，很接近，那叫共业，自己叫别业，个别的。个别离不开共业，共业离不开别业。啊，它是一体的。啊，而且告诉我们，真心跟妄心也是一体。那真心妄心差别在哪？真心觉而不明。妄心是迷而不觉啊，那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当凡夫，佛教导我们要发菩提心，要觉，要求觉。所以大乘佛教就是教你求觉啊，能不能会觉悟呢？一定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就就是能大师讲的第三句，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觉啊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断念，无量相好，不要向外求，外面没有方法，完全用内功啊，怎么求法？把外缘统统放下，真的就显了。现在是外面的假象，把我们真的东西啊盖住了啊，真的东西不起作用，假东西起作用，假的是什么？烦恼，这样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全是烦恼习气在起作用，这就是六道万福啊，佛教我们回头。特别是净宗，为什么净宗是保证的快速成就，没有比这更快的啊！净宗修行需要多少时间？这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以我们的根性，一般来说起来大概是三年，三年就能往生了，不是三年寿命到了，不是的啊！我具足往生的条件，那叫功夫成片。成片是什么意思？心里面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，不会起第二个念头啊！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所有一切念头都放下了，就什么叫不要放在心上啊？干善事、干好事、干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，让心恢复干净，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三年阿弥陀佛就跟你见面了，
啊，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现的，自性弥陀，极乐世界是唯心净土。你看看，没有离开自性，那心就是自性。极乐世界自性变的，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的，是自己自性变成的。这多踏实啊，这多可靠啊，靠人靠不住啊，自己啊，不是别人变现给我的啊。如果说阿弥陀佛是我自性之外有个阿弥陀佛，我要依靠他靠不住。为什么自性之外靠不住啊？他是我自性变的，这个靠得住啊，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啊，这样我们的信心才真正坚定啊，绝对不会动摇，绝对呀不会失掉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是我们自信变的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真的，极乐世界是真的。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假的，极乐世界是假的啊，但是极乐世界比起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这大大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这条有生灭的现象，人有生老病死啊，只是无有生住异灭，况无有成住坏空，都是无常的啊。极乐世界四土都是真常啊，无论是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十报土、极光土，都是真常，它永远不会改变啊。就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，不但无量寿，他没有变化，无量寿永远年轻，他没有年老的啊，他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，那世界没有，那个世界人是化身啊。你往生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啊，莲花一开，人出现了，往生的人出现了，这人长得什么样？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阿弥陀佛有多高他就多高，阿弥陀佛有怎样的庄严他具足庄严啊，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异丝毫。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。佛曾经参观考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不相貌不一样，寿命长短不一样啊，智慧能量都不一样啊，所以造成人跟人的差异，心里感到不平，起心烦恼啊。相貌好的人傲慢，相貌丑陋的人自卑感啊，这就是生烦恼啊。自卑是烦恼，傲慢也是烦恼啊。所以他要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永远不生烦恼啊。那怎么办？相貌都一样，跟佛一样，佛是标准的啊，他做到了啊，他的大愿力给我们做依靠，决定靠得住。为什么？他是我们自性变现的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自性的能量现在最近这个二十年，多少年轻人研究科学，最先进的科学念力，量子力学的念力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，是最近才发现的啊。现在很多人在研究，我相信十年顶多二十年会被全世界科学家承认肯定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么对我们地球上的人的生活会起很大的改变啊。为什么呢？
科学提出最新的定律，以心控物，就是用心来控制物质现象。这个力量大极了啊！头一个，我们身体健康，需不需要再用药物啊什么东西来保健？不需要了，念力啊，最健康的念力，最纯正的念力，人没有邪思，没有妄想，这人一生不会生病，健康长寿啊！啊，人可以舍弃医药了。啊，所以念力以心控无这个定律啊是被承认的。这地球上头一个失业的医生，啊，医生医药没有了，人不需要了，啊，完全用念力来治疗。啊，你身体上有病毒，带着病毒的细胞，那是什么原因？不正当的念力产生的。我现在把不正当的念头放下，完全用正念，那它很快自然就恢复正常。